大家好。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店里卖最好的粉红干。不过我们现在店里目前的号数啊，剩下1号43、1.543、2号43、1号53、1.53、2号53。然后这些啊，每一支粉红干里面啊，都有附一支尾衣、一个干袜、一个压花配重后塞。哦，它的配重后塞都做得非常漂亮。然后它的干帽都是这种基调式干帽，哦，这种保护杆子比较好。然后再来啊，这个粉红杆呢，非常适合新手。为什么呢？这种超铜调的杆子啊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新手啊，通常越硬的杆子啊，比较容易缠杆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线拉紧的时候，它杆子没有曲度，所以线就比较容易粘在杆身上。而且软杆子啊，重雨比较不会脱钩。好，然后它这些啊，我们的粉红杆啊，全部都是斜口珠，而且都有对准线。好，然后它的基调握把都做得非常漂亮，而且我们有拆了一支，先来看一下。布灵布灵的基调手把，全部都是转做的，都是成立基座，而且后面都是贵宾握把，而且它的后面的后塞是旋入式，砍在里面的，比较不会我们有时候放在地板的时候把它撞掉，还是之类的。好，然后现在手上这一支啊，这是1号430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弧度粗细。好，我们请元哥帮我抓一下，凹到第四节，手把节都可以凹下去。像这种430的杆子啊，哦，玩海钓场绝对非常好玩，非常的软度，要给昂沙那种绰绰有余。再来，这个是2号530的杆子，哦，那我们有时候钓野场啊，需要比较长一点的，因为场地的受限，哦，就必须要拿到530。那我们一样，请元哥拿钓看看，这是2号530的。好，哦，超铜钓。一样弧度都是凹到第四节开始，连手把节都稍微有点弯曲了。OK， 然后啊，1号430的价格啊是2980，哦，1.5是3180，然后2号430是3380，1号530是3080，1.53是3280，2号530是3480，哦，啊，这些价格。有需要都可以找到我们，我们店里都有现货库存，来店里现场我们都可以直接刀看，好，刀看看 ，OK， 还有需要找到我们 ，OK。我这边补充一下哈，这些价格货到付款都免运费，天箱除外，外岛除外。然后粉红杆本身的设计就是超铜吊子，所以其实号数不管你拿大号数的二号杆，它也是软趴趴的，就是给客人享受钓鱼的这个搏斗。跟鱼这个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竞争拉力的这个所谓的快感就是这样子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阿里嘎多。